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阿 Lam 继续同大家分享陶三姑嘅演艺人生。今日就会继续同大家分享陶三姑1950年之后拍过嘅电影。1950年，《天魔女》《三戏祭癫》。魔鬼家庭、五福临门、飘零二姑女、花和尚大闹五台山、月下琴挑属苦云、荆棘拉、穷风流、血泪洗残肢、井底冤魂、六道河仙姑、暴雨寒梅、少林七侠五探峨眉山上集、冷落断肠花、乌龙夫妻、柳姐与沙尘超、千古女儿千古恨、凤娇投水、凡宫情侣、豹子头林冲、少林七侠五探峨眉山的下集大结果、脂粉生涯、欲海为恨、珠江泪、宋江怒杀阎婆惜、福禄寿全、天涯何处再相逢、逼上梁山、白杨红女、乌龙将军、大破同网阵、龙虎渡江宫、豪门弃妇、千里送娥母、薄命女儿香、流民世界，跟住就1951年的作品有《食饭神仙》《饭斗》《新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人海八大仙》《一本万里》《人约黄昏后》《失魂雨》《嫁错金龟婿》《对错亲家》，跟住1952年演出有《蚕虫师爷》《老婆皇帝》《为情颠倒》《月未花娇》《呆老拜寿》《珍珠泪》。咁跟住就到1953年，《玉碎花残》《危楼春晓》《我为情》同埋家，跟住就到1954年。1954年嘅演出有《万里行诗》《秋恋》《留下山水口》《如此人生》《复活》《今生桃合》《乡村姑娘》《胭脂妇》《入乡随俗》父母心、万里斗七雄、后窗、碎琴楼、女大女世界、代师姑娘、天长地久、龙虎生哥戏凤凰、同捞同煲。咁跟住呢就1956年啦。咁陶三姑喺1956年嘅演出有《假凤凰》《狂风暴雨吊寒梅》《方世玉救洪熙官》《碧玉簪》《小冤家》《梅娘》《失时夹万》《黄飞鸿七师会金龙》《
黄飞鸿火烧大沙头，武松血溅狮子楼，家和万事兴，为福子。咁跟住就到1958年啦，咁1957年就冇作品嘅。1958年就有驸马验屎，天官赐福，然之后就1959年生死连枝下集大结果，两个大老衬，生死连枝嘅上集，黄先生行正桃花运，两傻捉鬼记，凄凉媳妇，龙凤喜迎春，妹仔王，妹仔王挂帅平西，双孝子劈官救母，六月雪，天赐良缘，同埋乖侄。咁跟住就到1960年啦。1960年，陶三姑嘅演出有七喜临门，折虎审贪官，电梯情杀案，双孝女万里寻亲，我要活下去，慈母千秋，武林十三剑，小金罗拜相，盲公睇女婿，武林十三剑的上集，天山龙凤剑的上集，火屈幽兰，天山龙凤剑的下集，拉车行大运，欢喜夫妻，一张白纸告亲夫。跟住就1962年，夫妻的秘密，水观音三戏白金龙。就1963年啦，1963年，陶三姑嘅演出有杨八姐闹金銮、咖啡女郎、工厂少爷、搏兴河搏命、香海情潮、春到人间、风虎。跟住1964年，大丈夫日记、骑楼底新娘、13号情报员。跟住1965年，太太日记、点心皇后、好好运、喜结未了缘。跟住1966年，有车阶级。1967年，新马仔蒙查查搵食、苦海孤儿、卖档者。跟住1969年，69年有多情高斗猫、天赐横彩。跟住1970年，神探一号。1971年，钞票与我。1973年，爱欲奇谈同埋牛鬼蛇神。1974年，有舞衣、阿福正传、声色犬马、至尊宝、多嘴街、鬼马双星、空中少爷。跟住1975年啦，1975年有天才与白痴、游戏人间300年、横冲直撞小福星，同埋乌龙贼阿巴。跟住到1978年啦，咁就有狗咬狗骨。咁呢个狗咬狗骨亦都系陶三姑最后一套喺荧幕拍嘅电影啦。
咁另外佢亦都喺无线电视拍过一两个劇集噶，分别系1971年嘅《年晚前》同埋1974年嘅《群星谱》。咁另外佢亦都喺香港电台电视部拍过1972年至到1974年嘅《狮子山下》。咁佢都出过几个唱片嘅，咁出过嘅唱片就包括有《士林祭塔》啦，总共有5张嘅。咁另外咧，又同呢个风情牛咧就合唱出过一啲唱片，咁但系嗰、那个唱片嗰个详情咧就啲资料都揾唔到啦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陶三姑嘅演艺人生，分享到呢度亦都全部完结啦。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，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另一个演粤剧名伶嘅演艺人生。好，拜拜。